都是这样的呀。这就是我俩刚到酒店必备的项目，搜晚餐，看哪家好吃。不是，我觉得这家不错。叫啥名？ Feeling Station。 不错，就它了。过来看这是谁？哎呀，这不是教父吗？Easy, miss. I've got you. Who are you? A friend. You ain't nothing but a hound dog.刚上来的时候看着面相我觉得不能好吃，结果打脸了，真香真香，真像我叔叔说的糊巴的，外焦里嫩。嗯，像不像俩土鳖？啥也别说了，哪成想好吃的披萨是这味儿啊。